平時嚟到新加坡嘅 Gardens by the Bay 咧，就會嚟呢條 Sky Tree 嘅空中步道嘅。但原來十二月咧開咗最新嘅觀影台啊！噠噠，就喺最高嘅 Sky Tree 上面啦！我哋而家即刻去睇下咯。由樹幹搭電梯上樹冠層，行幾級樓梯就到噶啦。呢度咧就係最高個 Pacific Tree 嘅觀景台啦！哇，有50米高噶！一次过睇完咁多个地标建筑，当然称得上系新加坡最强嘅影相位啦。下层嘅室内观景台设有气候变化展览，旁边仲有个海景 cafe， 可以叹住冷气试特制嘅 cocktail 添啊！玻璃窗外边就系离地45米嘅户外步道，环绕住树冠而建。望落去就可以见到头先嘅 OCBC Skyway 噶啦。